房间里。那间镜子有东西。我是古阿莫，欢迎收看今晚要睡哪。今晚我们要睡的是加告在某山里面找到的一栋废墟大楼。我们有跟周围的居民打听过，这栋大楼可能已经荒废20年以上了，就都没有人管，它周围也都没有围篱，这大楼甚至没有门，你直接就可以走进来了。所以我们打算进去逛逛看，里面有没有遗留下什么特别的东西。现在是凌晨1:44，那我们进去逛一逛，要是逛累了，我们打算在里面休息一晚，好，等天亮之后再出来。OK， 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哎呦，这个大门一进来就有一只岔下来的，这只是三小。这里应该是客厅，里面充满了杂物，地上有很多玩具碎片，桌上有花瓶，蛮特别的。一般废墟里面如果有东西的话，早就被人家搬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里还有很多铁制的椅子，这都没有被流浪汉搬去卖钱，还有桌子哎，是撞球桌哎。哦，你说这张是撞球桌，它被淹没成这样，我真的是一时看不出来。这里还有一台化妆桌哎，哎，为什么它化妆桌的镜子要拿东西挡起来啊？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吧。然后另外一边呢，有很多桌子，放了很多碗，地上也全部都是掉落的碗。哎，它后面超多柜子的，你们进来要小心哦。它这个天花板你看都掉下来了。我觉得逛废墟最危险的都不是其他东西，是建筑物本身有没有垮掉的风险。我这里看到一块电路板，好奇怪哦，这是什么电路板？看起来不像电脑主机。干嘛？年代很久的保险套。他们的保险套包装是长形的。这里有超多铁制的椅子哎，你觉得我要打开这个柜子吗？好想叫别人开哦。我们都有东西，没办法。没有东西，空的。这个空间看起来差不多就这样。我们稍微往前走一点，地上垃圾好多。这个是垃圾没错吧？哎、欸，你看这个走道啦，你们可以不要离我这么远吗？很冷哎、欸，下着雨很冷，我们聚在一起比较保暖啊。杰哥，你不要自己逛自己的嘛，奇怪哎、欸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是它的大门吗？然后这里有楼梯间，楼梯间下面是厕所，这个构造蛮奇妙的。好，我们先逛一下我眼前地上的东西好了，就是一些照明设备，又是铁制的椅子，废弃的电线，碎掉的瓷砖，还有一个火灾受信箱，坏掉了。那里有一个厕所，你想要进去看看吗？你进去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好痒哦。蚊子怎么这么多啊？我的脸颊被咬了一下。哎、欸，它这个设计超怪的哎、欸！楼梯下面是超大的厕所哎、欸，而且它这个天花板好矮哦、喔。看到我离天花板有多近吗？不是因为我很高哦、喔，不是，也是因为我很高啦。只是这个天花板就是太矮了，我们都快要撞到了。然后这看起来是男厕，有小便斗。哎呦，它连垃圾桶上面的垃圾袋都还存在。再来，我们看一下厕所另一边。这个是女化妆室，拖把都还在，算是剩下很多东西耶。马桶也都没有被干走，地上有一坨黄黄的，不晓得是有人拉在那里还是怎么样。哎呀，这天花板超高的耶，为什么啊？它这个建设的超妙的，是有3米吧？哦，好臭、哦，很臭吗？你没有闻到臭味啊？我没有闻到臭味。那你把口罩拿下来。我不要，灰尘超多的。看到厕所就有点想小便。好，你去啊，你敢吗？我不敢。你憋到解裤能量。没有啦，主要他这里也不能冲水嘛。那我们给人家尿了，不是留了味道在这里吗？不要留下味道啦。那我现在从厕所走出来之后，我发现这里有一个房间门，走进来里面还有老旧电动机台耶，有点酷耶。
打扰一下。这里这个是电动按摩椅吗？然后地上有很多废弃的纸张。你看电动机台，你看电动机台，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了。我操！五块带东西。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在这里啊？加高，我就说你不要躲在后面了嘛！你为什么要躲在后面？我很冷，你靠近我一点，提供我一点温暖好不好？妈的，你去哪里找到这种地方的、啊？各位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看一下就走啦。他自己用了一个盆子，然后插着香，观音啦。但他拜的好像是香烟诶。香烟是什么意思？后面就是堆了一些椅子跟垮掉的天花板，这个是按摩椅对不对？都坏掉了，有一个门就走出去了。哎，这里的蚊子超毒的，你看。哎，你用告的好痛，超大一颗，超痒的啊。你这边是不是也是蚊子？对，因为我穿衣服，所以蚊子都咬我脸。看一下，这里也有一个门。门外面好像都是放垃圾。再来有分楼上跟楼下，前面还有一个房间，这里也有一扇门。我发现一个东西，你小心一点。它的电梯，哦，它把电梯拔掉是不是？可是这电梯看起来里面是没有盖好的啊。我停在几楼，半边靠近。没有很想要靠近它。反正我们站在一楼，很直接可以看到底部。先看一下前面这个房间好了。这个地下室我不敢下去，有点猛哎、欸。好了，先看一下前面这个小房间是什么东西。看起来地上有一些垃圾之外，没有其他的了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房间，你看房间超多乒乓球的。然后那个房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一个门。这个有东西，什么蝙蝠还是什么？我就看到飞过去了啊！他那个门打开来，里面应该是厕所，对不对？小港，你要特写一下这个门吗？这个乒乓球房间里面的门。乒乓球？你这里啊，你过来嘛。乒乓球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它里面有床铺。床铺？对啊，你就来嘛，我不会弄你啦，你不要这么慌嘛。简单看一下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地上有一些偶像的照片，柜子里面有书本，床铺已经烂了。那只机器人为什么是立着、啊？可能有人来玩吗？我不知道。对，喂，我很少看到你这么怕、欸。不是嘛？这个在废墟里面，万一它垮掉了什么的，我担心大家的安危嘛。它这个隔板挡起来，后面是什么啊？旁边的隔板也是通通都挡起来了、欸。这里有一个门，它本来就是开着的。我们就稍微看一下。我操，超臭的！你们有闻到吗？你不要离我这么远，我帮你打过啊。你们是有没有要去看？你搞进去，我们就会嫌弃他。哦，一个房间是不是？我看不太出来它的格局。地上有那个不求人，好，没有其他东西，有月历。这个月历上面贴的是，你看几年？97年是。13、14年前，所以他这里至少13、14年。这地上这一罐是什么、啊？是这个东西在发臭，对不对？黑糖膏，所以这罐黑糖膏可能放15到20年喽。他这个柜子里面放的是一些药物、欸，地上有唱片、欸，看一下是谁？红唇，怎么办？都不认识啊。西尾，不重要了，快，赶进度。哦不不。没事啦，就蝙蝠嘛，小蝙蝠。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，先往下还是先往上？我们投票，我们有三个人。要往左吗？没有啊，这里有一个上锁的铁门吧？这打开我猜就出去了啦。它没有门把，然后是上锁的。可是外面是有天花板的，有做天花板哎。所以这个出去并不是外面喽。可是这个房间门是上锁的，我没有办法开。上锁吗？但它门把不是坏掉了？我踢不开啊，那不然你来开嘛？你要怎么开？你做了跟我一模一样的动作，这位先生，不要啦，不要啦。他那个门开不了，可是应该是从这个阳台这样走出来，这个房间对不对？那个门是这个房间。你靠进去，然后把它打开。
不要讲这种风凉话。看起来就是一些杂物，不要了，算了啦，你在关上就算了啦。我们先下去看看。依照恐怖电影的经验，待会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门卡住？不然我们都走下去，门就被关上了。啊，哲哲跟我下去啊，家靠站在门口。他这个是很像被子里面的那个棉絮，天花板都爆了。放了很多灯，还有一包棉被。棉被因为用袋子、塑胶袋包住，所以得顾好那个门，不要被关上了。这个塑胶袋包住里面的被子，被子看起来是干净的。这里有一个垃圾袋和一个小仓库，小仓库里面哇放了更多的被子，全部都有用塑胶袋包住。里面有办公桌和蝙蝠在飞。这办公室可能，有猫。猫？操你妈！吓我一跳了。还有葡萄。为什么这个葡萄看起来很真啊？假的葡萄啦！刚刚有一只猫对我四目交接。黑猫吗？不是花猫。镜头有看到吧？我没拍到。操！有个野猫在里面也很正常嘛。而且地上都是杂物啊，不好前进。看起来一条路。所以呢？所以你想表达什么？一袋满地的保险套，那是一袋整个都是保险套的。哦，真的耶？为什么你总是会注意看？刚刚同样看这个区域，我注意的就是我跟哲哲注意的就是葡萄，你注意的就是保险套，你一直在注意保险套。在这里帮家告真友，好男人会带你逛废墟。从这里看过去，后面就没有东西了。它有两三个隔间，堆很多杂物。但我是眼花哦，有一个小猫，我真的有看到。后面没有东西，就是一个洗手台。走走。怎样？有烧金子的痕迹。哦，你说地上哦，他们在烧什么不知道，然后插了蜡烛。卖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往二楼走。蜘蛛好大。哪里？这里啊。我先直走看一下。直走，这里有一个房间。其实它好多房间哦。简单看一下，看，垃圾桶、塑胶袋都在耶。没了，有阳台。再往前走，还有两个房间。有门牌号码，它这个是旅馆吗？好，我们看一下2217房，就是一般房间的格局，有床铺、厕所、垃圾桶。2216嘞，你跟着我吗？2216，格局差不多，房间、衣柜，没有东西，退。好，先看一下这一条走廊。就都是饭店的房间，每一间格局好像都差不多。这个地上这是饮水机吗？继续往前看，前面还有两个房间。这个房间的被子，这应该是被子全部里面的棉絮都跑出来，对不对？2219，它每一间房间化妆桌的镜子都保存得相当完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另外一边，这好多饮水机被丢在地上。它这个是电梯在二楼的意思吗？等一下去有的时候往上看就知道了。我不要啊，万一掉下来怎么办？它这个真的设计的很妙，真的是一个 U 字形在中间，各种房间一样的格局，我们就不多看了。这个房间呢，2228，这个房间东西就多了，两张床、遥控器、椅子、衣柜，没有特别的东西的，我们就先逛过去了。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。他的超多蝙蝠的啦！你吓死我了，我以为要跑了嘞。我们现在往三楼看一下，拖鞋漏水了。我猜格局应该都差不多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逛，然后找特别的东西。没有特别的东西，我觉得我们就先走过去。好，地上有椅子跟扫把。
这不晓得谁扫地扫到一半，你看垃圾都还堆在这里，然后丢着就没有在运作了。你看，这个房间的厕所墙上这是画什么？房间里很多饮水机跟垃圾而已。哎呦，你就这样直接走进去哦？铁锅，有人在这里煮过东西。这里也逛一下。这间房间杂物堆很多，可是不外乎就是柜子。这里真的超多木头的，木头回收值多少钱？看一下 U 型的另一边。哎，你看那个衣柜里的被子，为什么保存的有点完好啊？很像是那种备用的被子。那衣柜里面有个很完整的蜂窝。哎呦，真的哎，那个衣柜里有蜂窝哎。三楼的最后一扇。它就是每一层楼有四条走廊，走廊上面有三到四个房间，枕头、垃圾、玻璃、床。房间里，那间镜子有东西。镜子？你怎么会去看镜子啊？不要看镜子啦，哪一间哪里的镜子？哦，它这个镜子上也是写了很奇怪的字，是不是？就跟刚刚厕所画的那个差不多啊。差多了，就感觉这个比较完整啦。我怎么会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过夜啊？我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大惊，大吃一惊。现在再往下一层楼走，最后一层楼。不一定啊。不一定什么意思？可能还有顶楼啊，你看还是有楼梯往顶楼的。来，一样四道路，我们先逛最左边这一条路。简单看一下就好，都是差不多的格局，房间没有特别的东西。这一间呢，也没有。你说这个墙上这样是什么意思？就跟感觉跟那个是同一个东西写出来的。不要多想。哎呦，这个房间在门口就放柜子挡住了，是不是叫我们不要多管的意思？好，左边中间的道路，为什么地上？哦，这个全部都是窗户的玻璃，它都没有装上去，就变废墟了。哇，这个房间应该是目前看到最破烂的，瓷砖、墙壁、瓷砖什么通通都垮了。我看起来会有一种想要赶快结束离开的感觉。然后你看起来其实蛮害怕的，因为你刚刚竟然会说干嘛看镜子，因为这不像你会说出的画面，就一个铁。不是嘛？也不是说铁齿啦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今天你表现很好。跟以往比起来真的很好，可能因为下雨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不晓得，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打听到这栋楼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对，因为未知，所以就充满了更多的想象。看到电梯口，哦，电梯在这里啦，而且它电梯卡在四楼的一半，也就是说还有五楼啊。来，两道，我们赶快看一下。这间房间有很多电线，巧拼。哇，这房间也一堆杂物哦，天花板掉下来啦。四楼最后一间房间很空。哎呦，哦，墙上有写字啦，有没有什么白痴？你以为怎样怎样？然后还有一个，我也看不懂他画什么，可是被撕掉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往五楼。虽然刚刚我以为他只有四楼，哎，还有六楼的楼梯耶，可是他五楼就已经没有盖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顶楼，有没有？它电梯有一半卡在顶楼，没东西，但它还有楼梯可以往上走，而且楼梯只有一边。走走看，我操！顶楼的顶楼还有顶楼，哦，放水塔的地方是不是？不是欸，上面还有厕所欸。哦，电箱在这里。哎呦！地上有一个超大蟑螂，还两只。为什么在上面要盖厕所？男厕女厕。他楼上厕所就蛮空的，而且他防水没做好，一直到处在滴水。不对啊，就算他有做防水，现在应该也没效了吧？这么久了，刚刚就只剩一个房间门是关住的，看不到吧？我们先返回一楼再讨论我们要在哪里扎营，对吧？我们今天晚上睡这。如果可以高，你会睡在阳台。你睡在阳台还会淋雨，而且有蚊子。
那里面是什么？因为它这个是顶楼的顶楼的顶楼化妆室，可是没有路可以过去啊。它这个化妆室是几楼的化妆室啊？为什么没有路？这里是死路没错啊，还是外面进去的？哦，从顶楼走进去是不是？哎，真的，它是在顶楼外面有一个厕所，而且还是通的，好大、啊。这样看起来，一楼跟地下室比较精彩哦，惊悚。家告嘞，家告，你到底自己在玩什么？拍他的格局图啊。哦，不要滑倒哦。这边好，我们一起去叫。刚刚没有介绍这个哈，这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感觉是假的，不过真的蛮贵的。跟龙博吧。我不知道。现在怎么说？找地方扎营啊。扎了营。你也不会在里面真的睡觉啊？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对吧？你肯定是在里面玩手机玩到天亮的吧？这样子跟我们找一个角落站在那里罚站到天亮有什么不同？其实我是有想法啦，我觉得它这个楼梯间这个地方，你看，这个帐篷好像要没有两公尺，两公尺，就是这里不够大的意思。嗯，不够。你想要找一个房间？不要开玩笑了，太硬了吧？你干脆过去有镜子有画那一间算了。这样子好了啦，我们现在开 GoPro。我刚刚说我有看到猫嘛，如果 GoPro 也有录到猫，我们就扎营，表示我没看错。如果 GoPro 没有录到猫，我们就先去庙里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离我太远，好吗？不要一直后退。我们背后也凉凉的。而且你今天一直跟我们讲说，不要离我太远，不要离我太远。可是我们总共 GoPro 也只剩下十几趴电，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播到那一段。刺激吗？我觉得这就是我来过最可怕的地方。它剩下的东西太多了，来不及拿走的感觉，让人想象空间太大了。来咯，好。我。没看到。没有拍到哎，我是说，因为我镜头刚好是压低的，还是你有拍到？来看一下，好，你就听我说，哎，有猫哎，然后你往前一秒，就是这个白色的，它从这里探头出来啊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有猫，你看我低头看了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白色这个角这个角。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有猫。你讲完了，还是就眼花、啊？大家看到奇怪的东西，就是眼花造成的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搞得我也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对你来说，四目相对。对啊，你说四目相对。我那时候是真心认为我看到猫，所以我不像眼的吧？可是它都没有发出声音离开，也是蛮快的。对啊，哎，真的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猫走路本来就很轻，可是跳走应该也会碰到其他东西，那搞不这么多。嗯，那我们就把最后一卡从在这里住帐篷改成在庙里拜拜吧。那你要不要道歉？我说了什么不对的话吗？因为你跟我提了一个我收工地，我没有想到他的废墟这么废，这么多东西。一般废墟大部分都被收走了，你就找一块空地搭一个小帐篷，在里面玩一下手机，眯一下就天亮了啊。还是你要搭帐篷？你决定啦，你决定啦。他，我又没有看到吗？哦，那他在这里搭，我们两先走。你真的敢搭、啊？我真的不敢。那你要在地下室搭吗？地下室就算了吧。你敢不敢？那就走啦。我觉得你应该是有看到，因为你有形容他是花猫、啊。对啊。我其实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下一秒也有觉得很奇怪，就是在这种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猫？所以就是看错而已。那我们从原路出去吧。嗯。哎，嘉高，你走过来一点啦！哎、欸，他走过来我并不怕，我你们两个可以都离我近一点啊！奇怪耶，我们是从这里进来的吧？刚有注意到吗？注意到什么？地上这些黄土，有。刚刚我在二楼的时候，我有看到。你们刚不要再联想了嘛！就是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打听不到消息比打听到消息更引人遐想，对不对？走吧。现在3:19，我们是1:44进去的，我们才进去一个多小时哦。
觉得我们进去很久，我是觉得我没有看错了，但就还是先去庙里吧，等等见。拜完了，现在是5:13，天要亮了。我还是在想，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我看错了，可是这样感觉很像我是神经病，所以我希望不是我看错，而是我看到了你们没有能力看到和录到的东西。算了，我在公安小。总之，今天的今晚睡哪里就到这边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这办公室可能，有猫。这办公室可能，有猫。嗯，猫。这办公室可能，有猫。这办公室可能，这办公室可能。